好，要排队哦，一个一个来哦。等下我啊，哎呦，哦，下去了啦，滑下来喽，滑下去喽。可以去童话世界，没有怪人。对了，你要从这个洞进去哦。对，童话世界在里面。里面有没有怪兽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有小朋友。里面有小朋友啊？我在讲啦。是小 baby 吗？去好吗？好，你要小心哦。好，这个里面。哇，你看他跑进去了。过来，啊。哦。跑到洞里面去了，里面是那个什么灰姑娘的故事吗？不是，还是谁的故事？跑到那个树洞里面，我要打败坏人，我要打败坏人。爱丽丝梦游仙境啊！我要打败坏人，我可以打败呀。爱丽丝梦游仙境，要从这个树洞跑出来了。你们有看到兔子吗？哇，啊，你怎么从这里跑出来了？那里还有一个洞哎。好，你从这里，然后我从这里，好吗？好，从这边。对呀。可是我想要从上面呢。好，上面要排队啊，哦。哦，蜘蛛侠，你在做什么？蝴蝶裤。你在保护他啊？他怎么在摇屁股？好，赶快离开 ，Go Go！ 啊，不行不行！啊，怎么他从旁边跑出来？嗯。可以。